요즘 한국에선 어떻게 노는지 알려줄까? 怎么玩怎么吃南韩新生代大势女团 New Jeans 告诉你 김밥 시장에선 이렇게 산에선 이렇게 바다에선 이렇게 瞄准年轻市场，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找来 New Jeans 出任观光宣传大使，推出两支影片，分别宣传在地景点和美食，推广更 local 的南韩文化体验。한옥체험추천을드리는데요한옥의특유의그아름다움과자연을함께보신다면정말잊지못할경험이될것같습니다凭着超高人气 ，New Jeans 六月在日本一出道就掀起话题，新专辑瞬间卖破百万张。团员所到之处都会成为粉丝间打卡热点，例如景福宫的勤政殿。白色透肤韩服随舞步飘起，仙气逼人。日前，成员们也来台拍摄 MV， 整整四分钟，充满台味，顺势宣传台湾观光。如今最新身份担任南韩观光宣传名誉大使 ，New Jeans 相关宣传片预计在纽约、东京、杜拜等全球12个城市放送。奥运期间也会攻占巴黎市区，全球粉丝们准备好要来捕获野生 New Jeans。三立新闻刘哲瑜报道。